伊做了会忝，会忝啊，热就食袂落。啊，食袂落，伊也无气力通去做工去啊。啊，就是用这甲底下喷底几个，对水平伊甲灌落。听着导览员的一一介绍，展览的农业器具、犁田时所使用的牛鞍、牛嘴套，还有翻土的挂耙、粉机器具等等，都是先人为了使农耕更方便而发明的工具。而这些工具都有许多的故事在里面。1998年我们新大楼落成的时候，由我们农会的一些先人们他们所提供的。那这些他们会提供这些是主要是给年轻一代的，他们不晓得说这个农机是干什么的，他们了解说啊，原来这个东西以前在农耕的时候是怎么工作，是这样工作，是由这些机器所工作的。台湾的早期生活都是以农业为主，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传统农民耕作的器具，在大安区农会特别开放场地来展览，而附近的居民也纷纷提供相关的古农具，也有民众热心提供多年收藏的石头，使得展览特别的丰富。是由我们乡内一个那个对一些他那个石器的有石头有兴趣的，他在大甲溪各个溪里面去收藏了一些石头，类似一些水果部分，他做一个稍微修饰一下，到这边展示。大家看到这个好像是鬼斧神工，就跟那个真的那个水果一样的。大安农会表示，这次的展览持续都在进行中，也欢迎团体报名参加，将会安排解说员为现在的孩童解说农民早期耕作农作物的辛苦，也希望借由展览，除了让年轻人更了解传统耕作器具，也唤起许多中老年人的回忆。记者王世炫台中采访报道。